家好，我是郑碧燕，我是陈正宏。那这次非常感谢 UP 集合三十的邀请，但是非常抱歉，因为我们两个正在筹备新的单曲，没有办法亲临现场。但是呢，我们希望透过这个视频，可以鼓励所有的饥饿勇士们继续加油，挺过这三十个小时。那也希望大家呢，通过这个活动，可以珍惜现在自己所拥有的。给大家什么什么 ？Change the world， 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哦。不管你怎么想，我就是要你好看。